盘点人类倒霉瞬间。今天来一次极限挑战，看我来去自如。下一步该入洞房了。清理一下房顶的积雪，这里面肯定有好吃的。收通马桶我是真有，还是滑着下去快。最喜欢骑车了，来看镜头，这点高度难不倒我。每天都会锻炼身体，总算能休息一下了。你为什么要追我？有滑板方便多了。看我表演，给你们展示下我的跳跃力。总算学会了骑车，让我助你一臂之力。滑雪对我来说还是不太熟练。